那不迁之中，你是忘起迁动，忘起迁动就是什么？就忘身相续，忘身相续，就忘身惜福。那要你知道不迁是什么意思？让你知道不迁，知道当下觉醒的黎明，觉醒的作用，觉醒的担当，那就打本，那叫悟宗。那悟宗就叫宗境，你明白如是宗境了，就是根本的境体之中，它能够现出种种净性庄严。但是任何的净性千变万化，一切庄严，你都要向你根本的宗本上忍了。所以讲宗一定要跟你讲净啊，宗净路的这两个字啊。净是什么？净一定有万化存在啊，净一定有照临当下啊。那你要讲到觉的觉境呢，你就要知道万化存在照临当下嘛。那听那么多这种声音有什么意思？听多了你就能够老老实实就在你先前的变化里面，你愿意肯于思维宗境，愿意在根本就宗本来面目中叫宗，念念起成大照，就已经起成净性了，然后看尽千变，然后能够担当万化，你是深入宗境的人。现在有人说佛法不是宗教，对吧？现在很多人都讲佛法不是宗教，它是个教育，胡扯。佛法是宗教，是它是，你说它教育才不是，它教育谁？它叫你打本。这个说不是宗教是连中国字都没有读好，宗者本也，叫你认本为宗，这佛法不是本啊。一切圣贤教一切众生，所有的行持只但是达本，本立而道生。你不立本，你忘说教，什么教育？你明白本以后，才能够起成种种教授，那才叫宗教。达本而教叫做宗教。所以一切世间其他的所有的一切民间信仰，它不能堪称宗教，唯有佛教，唯有老庄，唯有儒家可以诞称宗教，只有佛家叫圆满宗教。这名字中国字解释都错了，我们还有祖宗呢，我们自己人伦之中还要认祖归宗呢。认祖归宗的意思，在人伦之中你就能够什么，那就能够摒除家，你就能够这顶成家业嘛。佛门心性之中也要认祖归宗，认什么祖？认你心性之中的根本作用嘛，认你心性之中的本来面目嘛，认祖归宗啊。那是真宗教，不认如是本，你根本起不了任何教育。你离开本中才说的教，那是什么教？教到最后连比丘应该是谁替的都不知道。韩馆长可以替比丘，一个在家女众可以帮人剃度做比丘，这就是那些人说佛门不是宗教是教育，教育出来的邪魔外道。他不是说韩英，我没有收过徒弟，我学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收徒弟，所以现在跟我在一起的悟字辈的我的徒弟那些比丘是韩英韩馆长收的，从年轻长到现在。光讲这句话你等于在羞辱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会跟你讲那可以在家女生可以收比丘？因为不打本故，最后念佛都认为是基督耶稣、穆罕默德、阿拉。你为什么还有基督耶稣、穆罕默德，或者是什么阿拉？潜在意识一定还向心外的种种力量攀援，你老是把这种攀援的种种惯例，以为就是你现在认为的种种佛名吗？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佛名是以心印心的根本打本的教授。所以用这种人的知见
说佛门不是宗教，那真的是从此以后，中国字的宗教二字从此被人曲解，以为那些民间信仰叫宗教，那光宗教的名字名跟字都曲解了，你说将来大家在一切字相之中你还能够找到什么道理？一切经文没有离开过字相，这个是带过来的话，这意思就告诉你佛法是宗教。那佛法是宗教，师父不是在教你们去跟别的什么声音硬死磕的，跟他们在那边斗争的，而是要你坚固相信这是宗教。因为相信这是宗教，从此以后念念告诉自己，我学佛法是宗教，所以既然叫宗教，打本为要，其他根本则非真。这是真宗教，所以叫做向不迁进上吸收轮回，于无陀法中自身系佛系佛。我解释进虽缘改，虽进虽然虽缘改，但从不进迁，它不是从缘改，但不是从进迁的，它不会变。自觉被觉，因为你忘记了决心，才虚有轮回，一直在里面以为是受这些境界的种种牵引相续。解脱无脱，解脱跟无脱两个句话，有解脱跟无解脱，对禅方说是跟禅服的人上说的，说有解脱或无解脱，在禅出禅呢、啊、愚者细微，所以是在禅还是出禅，哎，不过就是什么，就是愚者还在这边不断的相信，不断的自己在这边围绕而已。那什么意思，就告诉你将来说解脱不解脱，说在禅不出禅，不是真有个禅可出，一个出禅的境界，或真的有一个禅把绑缚的一种禅中禅我的境界，而是要在是禅是出禅，你都知道是根本觉体的境界。你明白是觉体的境界，叫你念念打本，你给你一个名字叫做禅服，你要打本，给你一个名字它突然变化一个名字叫做出禅，你也要打本。你不但不被好像出禅或者是解脱的名字被他蒙蔽，你也不会将来也不会被禅服或者不能解脱无脱之中还受他的妄想。这个就是楞严经中说的自心不取自心，你自心再也不能够为你作账，自心所起一切不能为你作还。那为什么能够自心的不取？自心不取不是有个力量说我不取，我想什么不取啊？我有个念头起来，我不要管我取什么，你神经病啊你！你将来不变神经病，不吃药才鬼了。所以我的人说，你心里想什么，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就好了。假如不要理他是大教的话，大家早就不要理他，不要理他都已经成佛了。你能有办法不要理他吗？你有什么方法能够在你感受最浓的时候，业力最强的时候，舍起每个念头你都能够不要理他？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不要理他？因为他已经完全占据你现阶的种种心意识了，你怎么不要理他呢？你不要理他都是理他，就像楞严经讲，你说无着，无着就是因为着，你说无着，不要理他你都是在回避于他。所以那要怎么样所以才能够真正去参呢？从刚开始理他不理他，甚至于讲到不要理他都知道觉得不理他的是谁，然后你好像整个被他占据，你也是要咬着牙问体会觉得的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够临时抱佛脚，平常在一切动作之中，哪怕是吃饭，哪怕是摸冷摸热，哪怕是行持的时候是软是硬，你都要提起一个觉心是谁。假如你真的不能那么维系，那我就只能教你最快的方法，节之又节，就是能够帮助末法众生最大的方便，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一定要注意，你念的时候怎么念，要清清楚楚，
看到你所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其实这样讲完，听得懂的就已经知道，它方法其实都是一样。念南无阿弥陀佛，它还给你潜移默化，因为你念的圣人的名字，所以它在当下还可以帮助你在凡情之中潜移默化，更增具圣人的气氛，它能保护你。再一个就是明明白白看着这一念阿弥陀佛时呢，就类似我明明白白看着那热一样。总有一天你心中所念的佛，因为你明明白白看着，你将来明明白白那个心要是慢慢慢慢在你心里面慢慢清楚，你慢慢慢慢体会越来越强烈时，你会突然发现你会站在明明白白那念心看着你所念的佛。所以才会有那个最初念佛的时候那一句话，原来有一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那就是指最初的初理，那是最初的根尘，那最初的能所，跟我们现在跟你讲的一切感受吃饭那个完全一样。今天中午吃饭我也讲过什么香道茶道的如何在舌根之中辨析味尘，是作用一样，只是用其他的方法，你要用自力不断的坚持成就。唯有念佛还有他力护持，没有说完全是他力，因为是神是自力，但是念佛当下那个佛号名字之中还有潜移默化，他还能保任于你。所以这个才是至诚恳切老实念佛，在念佛之中没有半点委屈，不是半，就是等到佛来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如是念佛之时，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以觉应觉，那在你心中就能潜移默化，将来你在明明白白心中，它就不是在过去只是永远都在尘中的执着，它会根尘分离。你能够最初体会到根尘分离能所，能够照见能所时，你已经就不是一般的凡夫，只是认为哪个人来接我这种作用。因为你那一句还有个佛来接我，你就知道这一句话之中所果福的那个尘中的氛围跟那种卑微有多深厚。那是用尘量幻想的，那那个念念之间心中的提息，念念之间这句佛号之中不断在你智慧的张扬，那不叫做诸佛来接吗？那才真是诸佛来接，那才是真接引法门。所以大觉心性之中就有一种相叫做接引，决心要是不能接引叫做觉吗？决心你看到大山心中不能起着大山的气氛叫做觉吗？决心看到圣人名字你心中不能起着圣人的觉照叫做觉吗？只是一般凡夫过去贪嗔痴三毒重物，明明你决心之中早就如是接引功德，但因为三毒太深，以自必如是接引作用。所以有的人看到大山只觉得卑微，只觉得望尘莫及，对吧？有的人看到大水只能觉得哎呀他好汉了，但我很可怜。这里面没有接引作用，这为什么会没有接引作用？这叫决心暧昧。要是决心决心不暧昧的人就有接引了，你看到大山你应该潜在意识就有大山那一念中的洗礼啊，怎么会没有呢？这个都还不要讲得太深太玄，你们明白心理学都知道应该有啊。所以那是真接引法门，所以你要是真的明白如是，你会好好老实念佛，再告诉你就要明明白白看的这些佛号。古德不都叫你讲了吗？跟你讲了明明白白听的这些佛号。为什么叫你明明白白？因为一般末法凡夫只是叫你念佛，虽然他能潜移默化能开你智慧，但是一般凡夫因为自心的障壁太深故，所以一时他难以体会，带有一点点佛名之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世间感中福德的转变，但一旦于出世法中那个当下的体会似乎不太可能遥远，所以更加方便叫你看着那些佛号。你要是真正老实这样的体会，总有一天就是平常南传的修的法门是一样的，就是平常我们平常参禅在那些禅谁做谁受是一样的作用。你
突然就会站在明星之中，因为你过去看的时候，你以为看的你现在都是念佛，后面提一个看着的心，你将来久而久之，突然后面提个看的心会力量比较强，念佛已经变成平常了。再久而久之，你全部会住在能看的心看里面的佛，你居然可以看到，你觉心之中有一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当下能所都清清楚楚。刚开始知道能所清楚时，反过头来，也就是初阶行人最初体会根尘剥离时，剥开时，根尘剥开还是最初哎。那将来告诉你根尘还是虚妄，那这个后面再说。所以今天不管将来，我把这个经讲完以后，那你说师父，那我怎么用功听经？目的只是让你习惯。师父告诉你，你心中应该有的一些理路架构。平常用功念佛吧，这也是我一直教你们的念佛，因为念佛它有保任，就算你今生发不了很大的决定心，因为常念圣贤名字故，他在心里面还会有如是气氛，那叫什么？那叫如染相人，你还能染到如是香，将来还能起着如是相光庄严。